烦请苍师兄禀告一下顾掌门。这个，昭师兄今日稍微喝了点酒。另外，军师弟为帮小师妹修炼，稍微受了点伤。愣着干嘛？叫人啊！哦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敲门。是。星木怎么样？啊，无碍。我将他二人置于热水之中，一个醒酒，一个驱寒，相信明日一早便无事了。无事便好啊。玉郎，且说说你的事吧。大的小的都弄好，你没有。你说说你们这都干的什么事儿啊？哼！乱了乱了乱了，都乱了！走走走走走！